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我真的很爱冲浪啊，长期运动可以保持身材。我39岁喽，我看我手背上这肌肉，打手枪练的。我上个礼拜去参加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，我进了决赛。我为了脱口秀争霸赛，我放弃了决赛，跟我摔断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觉得喜欢的事就应该勇敢去做。为了多上台练习，我会从高雄开车到台中去讲 open mic。来福好色龙哥看到我说：“哎，韦德啊，你这样开车来回5个小时，就为了上台5分钟，你是真心爱脱口秀？”哎，我说：“龙哥，不，我是真心爱开车。”我是今天唯一的高雄代表，我刚从南部上来，我想要问，冷气可以开小一点吗？我觉得台语的艺术一直在流失啊，我觉得台语很棒，很厉害。台语有一个很特殊的三叠字，就是你叠越多越高级。举例来说，在家煮矿肉，煮得很烂，暖暖暖暖暖暖，美女走过去，胖胖胖，康帝走过去，胖胖胖。我开车被警察开单，我很生气啊，气气气气，干你娘操鸡掰！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欠人钱、欠人人情的“欠”字，在国语是负面的意思，在台语不一定哦。比率欠卡就是说这个人很精明，欠栽培就是说这个人资质很好，可是没有机会，欠斩就是高嘉瑜男朋友对他说的话。我跟这些参赛者，就是欠你一票，拜托拜托。台语很棒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对语言的学习很有兴趣，所以我跑去南非学英文。对，很多人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不去美国、加拿大？”我爸算过了，如果我去美国、加拿大，一年要花200万。我去南非，他可以拿500万。南非很特别，在路上没有偷窃，都是直接抢劫。社区没有闯空门，都是直接破门。最恐怖的是强奸超多，女生不用害怕，鸡奸比强奸多。最扯的啊，我有一次被警察拦临检。警察竟然跟我要钱呢，我怎么可能给他钱？他说：“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带你回警局啊！”我一想到要跟罪犯关在一起24小时，我就听到一个声音，我的屁眼跟我说：“阿伯会出事，阿伯。”回警局的路上，我就一直赞美那个警察，他无动于衷哎。最后到警局的门口。我很生气啊！我怎么可以向恶势力低头？我没有低头，我没有低头。我问他 ，How much do you want？ 他跟我说200块南非币，大概1000块台币啊。我当然不给他啊。10分钟之后，我离开了，但是我嘴巴合不起来了。浪太久了。南非很危险，但是还是值得冒险啊！我跟我朋友5个人，一台车，拿着地图就出发去旅行。开车经过市中心啊，停一个红绿灯，突然右边的行人
往我们车里丢一个石头，咔一声，哇，所有人注意都往向右边啊。等我回过来看到正前面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雷鬼哥拿着枪指着我们，我吓一跳啊，干，我们遇到抢劫了。我马上按喇叭啊，我希望吸引注意啊。各位，成功了，来了四个雷鬼，他们要开门啊，好险车门没修好。我非常的害怕，我油门一踩，前面的歹徒以为我要撞他，跳起来，下一秒躺在地上，因为我打的是倒退档啊。各位，掏卡，车子往后冲的过程当中，我为了躲子弹，我整个人躲在仪表板下面啊。副驾驶也想要躲啊，可是他被安全带拉住了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唐老大开车都不系安全带。副驾驶躲不过怎么办？拿地图默默挡在脸上。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地图挡子弹的啦。我头一转，我看后面的人，坐左边的闪左边，坐右边的闪右边，中间的呢，他就默默的。我在的是防弹少年团吗？当时这个副驾驶就是我现在的老婆，生死交关之际啊，他既然看着我，问我说：“你是真的爱我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吗？”对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是真心爱开车啊！谢谢各位，我是伟德。再一次给伟德热烈的掌声，辛苦他了，脚受伤还在地上做一些特技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听一下我们一审专业的讲评，我们先请 social。看到韦德其实真的蛮开心的，就是他的段子应该是在场如果有常去 open mic 或者是一些场合看那个演出的话，应该是最少听过的。那所以大家来讲应该是最惊喜的。那我们看到韦德把南部的气势整个带上来了，加上他今天又开了5个小时来，我觉得真的很爱开车。那韦德的人设就是整个，也就是跟那个品协很像，就是一气呵成。整个看起来虽然是8分钟，好像我们看了超过10分钟的那个享受度。虽然有些段子，大概快1年前我听他讲的段子，他现在这一年这个进步，把本来刚才那个车的那个笑话，本来我真的听不下去，他今天讲的非常生动，所以我要恭喜韦德今天表现得很好。谢谢。那豪平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我觉得很棒，在叙事的部分，那故事讲的是非常可爱，而且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有发生这种事情的感觉。因为有些时候我在觉得有人现在在叙事的时候，会让你觉得说很跳出去，不可能，这事情不可能发生。可是今天他的东西就是会让我觉得很像沈玉琳在讲笑话的时候说，你知道很荒谬，但是你就会想要听下去，就很吸引人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非常多喜剧人能够做到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今天好棒，大家目前听下来，今天很难评了。恭喜完成了一场非常棒的表演。好，谢谢我们评审专业奖评，也请我们韦德到旁边稍作休息一下。好，慢慢走，我们不勉强哦。毕竟你都开车开这么久了，也是要让你在这个舞台上久一点。